小帅一秒破功，但还是足够让苏太太们嗨到不行。他为了新剧到台北举办宣传活动，被拱聊粉让他好害羞。여러분뒤에캐리어스있으니까네걱정하지마시고늘행복하게지내세요네여러분을선택하겠습니다好啦，放过我爸，让他说一些关于拍摄的事吧。这次和小朋友一起拍戏也是让他很困扰。제손에서해결이안되고요애들이제말을그냥들어줘야되는쪽네들어달라고부탁하는쪽이었어요果然小朋友很难控制啊，欧巴辛苦了。而最后对于粉丝们的支持，我们大树欧巴也表达了他真诚的感谢。네올때마다먼저이렇게따뜻하게응원해주셔서너무나감사드리고요그리고오래간만에드라마로인사드렸는데앞으로도이렇게보시는기회가많았으면좋겠고요아마내년에도네볼일이분명히있을겁니다그동안건강하시고행복하세요감사합니다非凡娱乐台湾报道